Ronald，Ronald，Ronald, 罗纳德，这个昵称，或者是比较亲切的称呼，就简称 Ron。那这时候呢，我就确定一下，我让这个 ChatGPT 啊，给我确定一下，我就问。请问 Ronald 和 Ron 是简写关系吗？然后他这儿呢就没有停了啊，就你一回车，你这儿提问题，你在这儿提问题了，你把这儿写出来了，一回车，马上他就出来答案了，而且呢你也不用去读它，你不读它呢？你让他读。是的，Ronald 和 Ron 确实有简写关系。Ron 是 Ronald 的简写或昵称。Ronald 是一个较为正式的名字，而 Ron 通常用作更为亲切或非正式的称呼。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会用 Ron 来称呼名为 Ronald 的人。你看这个方便吧？你可以问任何问题，你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，他都给咱们回答。高兴吧？